来吧，好，来看看，来了，好，谢谢，好的，那我们是在哪里？什么是什么？黑黑，你猜对吗？六对吧？六搭讪五，十五，是吗？哎，不是，他们是他们是鬼脸不要停加五，三加五。啊、吃货考验，吃蜘蛛，上蜘蛛，哎，这个好可怕！伊恩，你家是在士林夜市旁边对吧？啊，是的。哎，你们那边夜市都有些什么美食？大肠包小肠，然后、有没有带大家大家去过？其实士林夜市我们大家都会去，都会去的，没错。好，那今天哎，你们挑，你们先挑选一下。啊，不一样吗？他吃啊，他吃。这个、那我们能看吧？你们能看，谁戴眼罩？戴上去。哎，老妖就是这样。哎，你们团里面有四戴了，会有等级之分吗？我的天啊！没有，一样还是欺负伟静。哦，对，伟静是食物链最底端的人。对，没错。那最顶端是谁？最顶端啊！对，那洪镇啊。还用问吗？对吧？洪镇顶端啊，对啊。坏笑不说。好了，我们先看一下吧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哎。这不是惩罚吗？啊、这边开始，从这边开始。来，先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这不是惩罚吗？怎么先拿出来？哎，我不，哎，我们还没有输哎，你不要啊！怎么会拿这种东西？这可以吗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太夸张！你们说快点啦！我们节目做了十几期了，不是啦，哎，这个跟惩罚没有两样啊！这一关不能玩，这一关真的不能玩。哎呀啊，这样说不能玩，这个这个不能玩。你要不要闻一下这个？是什么？是不是跟恐怖箱一样？哎，有个面罩做得很好，后来就看不到哎。是什么？那接下来再看一下。哦，东西。真的？等一下，真的要吃是不是？是活的，是不是？选一个吧。动哎！哇！我来看一下，哇！难道啊？这个太硬了吧！看到了吗？哎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看一下，是真的！嗯、天哪！哦、oh my！ 我头皮发麻了！怎么啦？啊，再来看一下这个，就是这个是。我觉得根本就是惩罚，这个就是、根本就是惩罚，来看一下。耶、！哎，我真的觉得不对哎、！我跟你讲，讲真的啊，这一关真的不对。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呢？你先解释一下，你解释一下。我觉得这一关我看了，我都觉得我好心疼伊恩啊。是怎么玩？你说是怎么玩？这游戏规则？这个要不我们就不吃了吧？啊？但是要接受惩罚，因为我跟伊恩呢是已经有第二次合作了，对，关系不一般。是的。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吃没关系，我拿到脸上感受。对对对，感受一下，闻一下。快！哎，伊恩现在吃了这个，现在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试一下。哦。刚刚红镇已经吃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是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吃的东西，唯一可以吃的东西。来，这个，来，这个我让你感受，感受你感受就好。手已经很凉很凉了。没有，你不要，你不要吃。哎，我没叫你不吃哦，不吃，不吃，让你不吃的，可是你要感受一下，让你感受那个触感就好。舌头。舌头出来，舌头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都不能拿走。节目组真的是，你们是有钱了吗？买这些回来吗？妈呀！洪震，你是怎么了？哎，丰田，你见过这些吗？来，一样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最后一个。真下，真下，这个不要闹，这个不要闹。手已经不吃了烟，来，手拿过来。什么？八只蜘蛛？没有电啦，没有。八只蜘蛛，活的不是活的，不是活的啦。没有啦。手来，走，快点，快点。手来。他们给你生命。啊，这里。好了，来，烟，来看一下，来。看一下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个是糖，这个是可以吃的。来，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头发。
来，崩溃了。第二道菜是这个。伊恩崩溃了。天哪！你真的要好好谢谢小冉，你知道吗？他把你躲过了一个。再看这个。你没看到第三个？哦。哦。哦。啊、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啊，赶紧，我们工作人员赶紧给他推下去，我真的也很怕他。你们知道这个？啊，你吃了？接着啊，没什么好怕吧？你早了。你吃哪个？你说，你说你吃哪个？蝎子啊，没什么好怕的，蝎子嘛。你真的吃蝎子吗？大家看到了吗？哦，明明在那吃草。太快了。蝎子精对吧？算，你怎么算？接受惩罚可以得到这个分数。什么时候他们都站起来拍了？嗯，什么时候全部站起来拍呀？你看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北京的很大的一个特色小吃，就王府井一条街都是这个。北京的粉丝有知道吗？就都知道这个对吧？现场有吃的吗？有，你看有，有你看，大家举手。所以您是爱吃哪一款菜呢？还是要？就很多人特别爱吃，都喜欢，对不对？哦、叫粉丝帮我们吃，然后也吃，可以不用惩罚了。这么狠，可以吗？请他帮我们吃，我们就当做过关。我们可以接受惩罚，你要难为粉丝吗？好、啊，那是惩罚呗、哦。他可能爱吃嘛，爱吃。真的？可能你家录完影，他跑过去没吃完，会浪费。节目组给我吃，不用我去买了。我们把王府井的吃物搬过来。惩罚！惩罚！来，看一下惩罚是什么。那伊恩，这个你没有吃嘛，所以惩罚你来。哎、啊，对，伊恩，怨不得别人啊，来，来看一下惩罚是。是个软糖，软糖，你在那边到底？结果惩罚是吃蜘蛛。蜘蛛我全部白忙一场的。好，模仿视频中的桥段，对，可以吧？这个应该很简单。不一定啊，搞不好视频是吃蜘蛛的视频。还是吃蜘蛛？可不可以不要动不动吃蜘蛛啊？我好发麻了。上一场的话，他们都说，哎呀，节目组太温和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次编导说我放狠招，把王府井都搬来了。他们讲的为什么要对我们放狠招呢？视频来了，是一个 team。来，视频来了。一人加油，我们编导放一下。怎么可以吃蜘蛛？这太残忍了！这姐姐，我养兔兔，我也是兔兔。他是模仿水塔男的吧？好，那我们有三个人嘛？嗯，有三个人，正好。你没有，你负责当那个黄晓明那个角色。你就问他。然后我要当那个。周迅，好，蛮适合的，培养情绪吧。我看哪一集？看这一集吗？都可以，他们找你。你为什么哭啊？他怎么可以吃兔兔？为什么？他知不知道我也属兔兔？我也属兔兔，他还在吃。疯了，这可以吧？可以了吧？哎，你每次笑起来都会拍大腿是吗？啊？你呀、啊，笑起来都拍自己大腿，我很喜欢打自己，受虐的。你每次我看你，每次我看视频的时候，你每次就开心的时候就一直打自己，超痛。好，让我们过关吧。过关，恭喜！哦，